今孤恤寡，敬老怀忧。啊，第一个是布施，对于这些没有人照顾的老人，我们要特别关怀他，关怀是布施，爱心的布施，慈悲心的布施，布施爱心，布施慈悲心，布施真诚心，布施清净心，这一类的布施很少人说，只知道看到他们有衣服穿，我去买几件衣服送他，他们有吃的东西，我们送他一点粮食，没有付出真诚的爱心，这个功德做得就不圆满了。不但是不圆满，实在讲没有功德，他所做的是属于福德，福德还不是圆满的福德，圆满的福德里头是有真诚的爱心的，真正的这个布施照顾，慈悲救济，他为什么会受这些苦难，我们学佛的人清楚明了啊。人到这个世间来是两种业力，一种是引业，引导我们到人道来投生来投胎的，这是五戒啊，过去生中啊五戒持得不错啊，我们凭这个得人生呢，虽得人生，每个人一生果报不相同，果报是属于满业，圆满的满啊，满业的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业，我们这一生容貌啊，身体健康状况，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种种条件的不同，是属于满业。那么这些鳏寡孤独，他们的隐业跟我们相同，都得了人生呢，满业不一样。这个佛在经论里面说的太多了，他贫穷没有财富，什么原因？没有修财布施，兼贪吝啬，所以受贫穷的果报。他没有智慧，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，是前生没有修法布施啊，身体不好不健康啊，多病，没有修无微布施啊。我们从果要看到因啊，从他现在所造作，他的思想言行造作，那现在在造因，我们就知道他将来的果报。这个道理说深很深，说浅呢也很浅，
钱的道理与事实，我们有能力觉察得到。深一层的，更深的那些道理、事实，我们初学的人体会不到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六道十法界乃至于佛法讲的一真法界，都离不开因果。所以佛家常讲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离不开因果的定律。我们要讲想自己生活得很健康很美满，你要修因的，帮助别人应该以什么为主呢？帮助他开智慧，要以这个为主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慈悲救护啊。真正帮助他离苦得乐，永脱轮回，不再搞这些生死麻烦，你是真的救济他了。不是缺衣送衣服给他穿，缺食送食物给他，你救他一时，你救不了永久啊。你帮助他这一生呢，他来生怎么办呢？佛菩萨帮助这一切苦难众生呢，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佛家的教学是教人明了因缘果报，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状况是什么因缘造成的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修正来改善，这是真正的救济。不了解因缘果报的理论与事实，断卧修善他很难做到。不要说我们劝别人，人家不容易做，我们自己就发心出家了，穿上出家人的衣服了，我们有没有天天认真在做断卧修善呢？没有啊，卧习气还是天天在增长，没有减轻。什么原因呢？因果的道理没有透彻啊，所以学佛不是个容易事情。